亲爱着我。我已经不是很像说要求要唱得多完美，舞台的表现力要多好，自己不要出错就行了。不记得了，我又唱错了。确实是工作也很辛苦，排练也非常辛苦，所以昨天晚上呢，因为急性的牙髓炎还有胃肠炎被送到医院去了。上一期的时候就牙髓炎了，这次又加了个胃肠炎。那他这真是累着了，他这是。他这个牙髓炎吧，很多天了，我每天用止疼药。牙疼，然后枕边的神经有点，就是有点麻木了。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北京台的领导都在陪同他。不舒服啊，亲爱的。昨天吧，可能是因为当时就是肠胃炎啊，就刚开始的时候上厕所拉了，拉完之后。就觉得脑袋要炸了，就疼，特别特别的疼。现在怎么样？还烧吗？也出好多汗，还有点发烧。大家都特别关心啊。从朋友觉得你真得休息，因为太难受了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，就是这观众真是喜欢你。但是同时呢，就是你这个自己也看看自己身体的情况。其实我很不容易生病的，我挺厉害的。不，这个好像在圈里也比较有名，说郡主的身体比较好。情况。各位。刚刚接到了一个临时通知，接下来的这位跨界歌手换成了刘涛，李光洁会顺延一位出场，所以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舞美道具换成刘涛的表演曲。不是，我担心的是他别硬撑着，这个事儿不是一个硬母的事儿，我觉得身体是第一位的。要不然这样，你们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我代表你们。我不同意。我代表你们去看看怎么样了。等我回来，我很快。涛姐，哎，你咋样了？昨天是又吐又拉，然后还发烧，可能是扛了太久，终于扛不住了。这牙现在是？就是去掉了一半，坑在那儿。您是智齿吗？不是。肯定是这儿疼着呢。对，我因为这现在他没给我盖上，给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哦，西，看见了没？就他没有牙了嘛，他就在那。他为什么不给你盖像？没做好。他不想再刺激他了，就想因为要盖上的话会压到他，他会不会？吃饭也不能吃。就用这边。太糟糕了。没事，我生龙活虎，你等着，你等着我跟你 PK。我跟谁 PK， 我也不想跟你。你说有生病的，我咱俩 PK， 我就直接说我弃权了，涛姐来吧，赶紧去。牙疼特别难受，我知道。那你加油，加油。我一直都认为我是一个精神也很强、身体也很强的人。我希望既然要做一件事情，就尽可能的用自己的全力把它做好。光洁是一个很有潜力的歌手，上一场你没看，他上去以后完全不一样，和一个洋姑娘一边跳舞啊。哎，不是光洁吗？涛姐，你不是在医院吗？在医院的吗？对呀，没事了。还好吗？还好。是黄韵玲老师新来的。黄老师好。新来的颜值老师，对，他现在变成严厉老师。对，严厉老师、就是。但是我看你，我没法严厉。你不是急性的？对，两个炎症。他那个把消炎针打完了嘛，就是打了四袋那个盐水，然后休息了一下。我觉得我还可以吧，就不至于说就来不了吧。那可是那唱歌可以吗？唱歌不是哪知道呢，就是你还没来你就先放弃了，也不是我的性格呀。你以前演戏的时候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
病着？不能说经常啊，但是也有好几回应该都是这样的，因为很多东西你都等不起，所以我不认为我扛不过去。如果我真扛不过去了，可能会做一些调整，但是我认为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吧。你身体都这样，你赶快唱吧。我今天是准备的是我自己电视剧里的一首歌，我自己特别喜欢，叫做《红颜旧》。知道这首歌已经很流行了。我不想穿高跟鞋唱，我想把它可以脱了，脚凉凉啊。那倒没事儿，给他铺个东西吧。要不我躺过去，踩肚子上，我软和。别闹，对，没事儿，不凉，它挺好的。我这样我能够比较自如一点，对对对。好，好吧。西风夜渡寒山雨，家国依稀残梦里，思君不见悲思君，别离难人人别离，狼烟烽火何时心东流，蜡炬已残，泪难看，江山未老红颜旧。还是有点飘哈，真的是很好。可是我觉得今天应该还是有点影响啊。有点影响。那个气比较没有办法控制得很好啊。有一点，有一点。但是我觉得你光脚在这唱，当然已经很好了。但是我不建议你再上去了，因为上去你又不能光脚，有那么多舞者安排了那么多表演，我觉得那对你身体实在是不行。那要不我换双球鞋呢？别你这首歌对我来说挺有感情的，而且我之前跟老仔老师他们准备的时候，他也给我做了一些改编。你所有的就是不管是诠释的能力，我觉得很好。可是你的那个真的丹田的力气其实是不够的，并不是说不让你上去，是其实会担心。我平时丹田就没力。你而且你看你现在脸色已经开始，我觉得不好不好。能从医院里跑出来已经很奇迹了。我们肯定是不会给你拍这个剑的。我觉得其他人都知道我挺勇的。我知道你勇。就我就是那种就是越战越勇的，你要放在那儿。感觉就不一样了，觉得还是有机会可以唱啊。可是你不用急着这一次吧？对，千万不要。身体保重。你这现在这肠胃炎跟这牙龈炎牙都是跟唱歌最有关系，真的不可以。刚才我让乐队继续，没有让音乐停，是想让你完成唱这首歌的心愿，然后又不用上去折腾，因为你的身体呢确实不允许。好吧。那好吧，那我走。给你鼓掌。没有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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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那个。
觉得有可能是评委老师心疼他，故意让他没关，回去好好休息的。我觉得，我也是这么想。而且牙疼肯定唱不好的。事实上，就在今天晚上的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都不是很确定刘涛到底能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，因为昨天晚上他突发疾病住进了医院，但他还是坚持要来。虽然今天三位评委没有能够让刘涛升到二层舞台上，但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最好的结果。来下道具，抱歉下道具好吗？下道具。嫁过一夕残梦里，思君不见。怎么了？这么委屈？可能是饿了。你们不能这样。累了吗？我看见你这样，我都别找个地方躲会。哎，都不容易啊。江山未老红颜旧。我当然希望自己能够升上去，能够，而且是我那么爱的一首歌，我希望把它表现得比较完整。刘涛，咱们看一看吧。好，看一看吧。哎呀，好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失望啊！他不让我上去。你多保重吧，咱们下一期再那个。下去就没有心气儿唱这歌了，我不想唱了。那能换一个？没有心。但是你给我改编的那么好，我说乐队老师排排那没关系，那无所谓，那个都没关系。你的身体最重要，我们等下一期。下一期我一定要很牛。我肯定尽，我们都尽最大的努力。不许想歌的事儿，然后还发现什么好听的歌给我发过来了。缓两天，不要那么着急，啊，有我在呢。祝刘涛早日康复。